咱昨讲过去，咱的心啊，有五种的坚，那就是啊，坚韧，唔轻下，唔轻分人，什么呢？都感觉爱占我独有，这就是叫做坚啊。所以有住处的坚，咱讲过去啦。住的我要住比人较宽，凡是我的范围都无允许别人来跟我斗阵，唔只是食的是安尼，连讲你要食饭坐一块桌顶啊，嘛无希望我无欢喜的人来跟我斗阵。就是排队呢，嘛无希望讲无欢喜的人甲我共一队，无哇真侪呢，总是第一希望家己独占所有，第二呢无欢喜的人绝对无希望予伊带咱来挖金，这呢拢总是心下啦坚韧吼。这是对地方物质的方面啊。第二呢，那就是利用坚啊，那是有人要付出，上重要好我啦，我爱较侪咧啦，无希望讲吼有利益啊，大家人来公平，无啊，无希望安尼，希望讲啥物物件都是拢爱我家己独占，所以这种诶意欲独占。迄、那个意呢，好的物件，敢若希望是我一个人独得的，无希望别人呢，甲我同款啊，会当得到遮好的利润、利益等等，这呢就是错啦吼。那这就是心啊，心量。第三呢，就是啊，称赞天哦，干那希望大家人呢赞叹我就好啦，唔通赞叹别人啦。啊，我什么代志都做比别人好啊！哇，大行呢都是以自己，这伫现在的话来讲讲，乱自己，家己乱家己。家己感觉就讲哦，我真了不起啊！我应该被赞叹。啊，若听到人别人伫咧赞叹别人，迄实在是足痛苦的啊！安尼呢，无法度通好忍耐别人受人赞叹，安尼的心态呢，这叫做称赞坚。人敢会记哩？咱的情书记一句话讲啊，赞叹别人是美化自己咯，吼、哦。那这就是啊，赞叹别人嘛是一种的美德呢。咱应该呢，爱定定会晓讲好话，赞叹别人吼，唔通呢，干那这个被赞叹呢，干那占为己有。自己会当予人赞叹，别人拢袂用的，那安尼会真痛苦啦吼。
第四哦，叫做在别间在啊，这大家人拢是求无厌嘛，那愈多当然是愈好啊。不过呢，会晓赚钱啊，是毋是会晓用钱？拥有家财呢，是毋是这个财物啊，会当用伫人间？这都爱看咱是毋是有智慧无？所以咱爱定定警惕自己啊，这种诈骗的鉴定。不只是自己呢，唔肯去报施呀，反倒等来看别人报施呢，佫会受气哦。亲像安尼的人，咱应该嘛定来听到啊，也嘛是同款定定看到嘛。咱会记哩，咱若是出去，伫咧看无，咱要无心嘛。希望会当头教父这边啊，咱希望人人呢会当提起了这份呢爱的心念，啊，爱的心念呢，用什么来表达呢？那就是愿意付出，别人欠，咱予伊，这就是表示爱呀。但是人生啊，亏欠的真多哦，尤其是呢，贫穷、贫苦的人啊，比比皆是啊。有真多人有力量，但咱都会当去看有这个有力量、有财物，以友谊会当通去帮助亏欠，这叫做教父，这叫做济贫。但是这个道理，大家人拢知影好啊。不过呢，那是当着咱要去解看无的时，那就无遐简单咯。会记得无？在1999年，土耳其8月时阵。一个地震毁掉了偌呢，真侪人的家园啊！咱无忍心啊，也嘛希望呢，人人会晓爱知影惊世的灾难啊！这个土地呢，既然啊是整个地球哦。一大片的土地，多一个所在呢，地带不掉啦，咱就要提高警觉。所以我讲，惊世的灾难发生啊，咱要有警世的觉悟，要提起啦。虽然呢，土耳其离咱遐尼远遐尼远，认真讲起来。是共一片的土地啊，所以咱应该伫平安的所在，爱去帮助无平安。何况讲这是一种的个性，咱人啊，伫这种的福甲祸的中间，咱也是无定定去家思考，啥物我那会才有好？日常的生活中，自生到现在，事事都是真称心如意。咱若无有提高境界啦，无有自己呢来反省，咱毋知咱有福呢，因为呢，要反省的机会嘛无真多哦。咱爱照着这个人间的苦难。咱比较看卖呢，别人是安怎？那遐尼真侪多灾多难呐！别人是安怎？家庭的生活
这里真苦啊！是安怎？这个灾祸不断的在伊的身躯连绵不休啊！在别人的身躯、别人的环境中，咱应该去甲伊了解。所以，这就是佛陀呢，甲人讲，苦就是道理。在咱的幸福中，咱一直呢，安尼迷迷茫茫，以为讲理所当然，这呢，永远都无知觉，无法度呢，一旦知影，也无法度通我觉悟。所以呢，究竟修习吗？第一种。离咱真遥远的所在，有了灾难，是安怎有遐尼正多的灾难？咱都爱去家想啊！哦，当然啦，众生共业啦，这种的共业，迄个力量叫做震动。所以呢，迄个难啊，真大的时呢，伊会动。咱来赶紧觉悟啦！惊世的灾难发生伫迄个所在，咱来提起觉悟的本性来。所以爱赶紧呼吁，呼吁予人人听会到，予人人知影，离咱的土地真遥远遥远的地方叫做土人基，迄个所在。这里正惊天动地的大灾难，大家人爱赶紧觉悟，紧知影。啊，这个觉悟呢，就是安怎样，会当通大家人来造福啊，一福，人人都福。安尼呢，那一个人一个福啊，人做真多福，大家人夹我来呢。看会当减少了迄个业，所以讲强的恶业愈多的时，那迄种的灾难愈大。那若是福的福业那愈多呢，那就安定的力量愈大。所以善恶两边是亲像伫咧拔河共款啊，所以迄当阵赶紧啊，想要来呼吁大家人来啊，人人一善啊，上无呢嘛起着一念呢动情的心，上无呢嘛互伊知影呢有即种的灾难。会发生，所以咱用专案啊来看我，感恩主祭啦，大家人啊都提起爱，实行的力量呢，所以街头看我啊，迄当阵伫咧街头看我，实在予人足感动的代志真多啦。会记得无？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位残障的人士，伊无法度通我爬起来行，伊呢就是拢趴伫涂骹用爬。伊看到住这人啊，捧着爱心箱伫头前拎，啊，伊想要管。虽然伊是伫咧分啦，但是伊想要管啊。不过，咱主祭人一直呢真用心用心，确实呢无去发觉到伫涂骹恁有安尼个一位呢，一直伫要想要挖进来，咱敢若向前行，啊，伊就伫后面呢安尼爬啊，要接近。尽管伊嘛一直叫啊，师姐啊，师姐啊，但是呢，正面都无听到，就有人啊，赶紧甲咱叫一个，哦，回过头来，看到啦，看到的迄个时阵，心的迄个刹那，
想讲这个人可能需要咱帮助啊，咱也是赶紧的回过头来。安怎啊？你有啥物代志需要帮助？唔是啦，我想要关啦。哦，赶紧哭落去，真好啊！这边教父啊，师父嘛是安尼伫咧好哟。希望贫困的人也会当头发出一粒的爱心，迄粒的爱心甲富有的人的爱心是平等，所以呢，福是平等啊。所以伊压落来，伊一提落去呢，就是500块，太侪啦，太侪啦。无啊，我是真无力啦。啊，唔过呢，我会尽心啦。啊，你呢？你住伫倒位，需要阮帮助无？唔免啦，我一个人尔。我安尼，逐工安尼出来，我都足感恩啦。也过会当出来的啦。伊伫涂骹伫咧爬呢，脚骨拢是变形呢，手嘛是变形呢。安尼伫咧乞讨生活，确实伊会当累积着伊所有的呢，安尼捐出来，这样是贫亦富啊。所以贫中之富，刚伫这个时阵也、有人嘛、看到咱伫咧款无破口大骂。唔只是呢，无讲一句赞叹的话，反倒倒来呢，开嘴骂人啊！骂讲台湾哪会唔救，救到对倒位去，托尼基伫倒，阮唔知。啊，唔只是破口骂人呢，也阁有啊，有的所在呢，甚至看到朱星压着迄支海报的牌。委员碰到这个箱，所碰到的人，有人唔只是用骂，出手用棍啊去整，整迄支海报的牌。哦，甚至阁有人哦，恁要救济哦，救济我啦，我需要啦，伸手呢。对迄个爱心箱，安尼插落去，哇！咱的委员啊，看伊手插落去呢，爱心箱放低落去，边仔的人就讲：“哎呦，你这个人哪会当安尼啦？”看，这种不只是家己唔肯报施哦，也搁在看到别人伫咧看无，看到别人伫咧报施。伊嘛也阁会发脾气呢，这呢叫做再偏见嘛。所以吼，咱学佛啊。咱必定要学得这个心量开阔吼，除了讲，咱来定定口讲好话，咱来定定的心量放开阔，咱爱有迄份会当帮助人的人就是福，咱呢爱常常敬天，灾难罪是众生共业，那。会当谈我讲社会真祥和，就是因为呢有这个福的凝聚，自然社会会较安定。所以咱来定定提出警惕的心。第五呢叫做佛法坚。那这个佛法坚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咱得到佛法，咱来好好呢提来咱应用。那好的法呢？咱应该爱搁在传承，希望人人啊有机会来听佛法，
希望人人咧有机会听好话，不只是听佛法，佫会当身体力行。所以佛法唔是干那要讲予咱听，好的道理唔是干那要予咱一个人知。好的道理，咱若干那一个人知，咱的天下下呢，那不明道理的人会足多。无明白道理的人多，作业的人都多啦。所以呢，人讲人定风度，非度风人呐、啊。好的道理，咱来人人有责任，好大家人会知影。所以唔通讲哦，甲佛法呢，安尼坚，干那想讲我知道就好，我会晓讲就好，唔免互别人知，真唔通哦。你看咱自济人啊，到处都要去爱洒人间好话呢，就是不断去伫咧传承。其实安尼还阁无够，天下的遐济人爱见过较济人呢，唔通甲好的道理呢，安尼藏伫家己的心灵，应该爱多弘扬哦。所以呢，我愿做一切罪哦，咱人人啊。唔通有这个五奸奸贪的代志，唔通伫咱的心灵吼，所以咱来打开心门，唔通讲吼有这个奸贪自用的心态，安尼是唔对啦。天地浩瀚呐，咱心呢心地开阔，安尼的人间呢才是天下无灾。好吧，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。